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心不明，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染污的根就是自私自利，啊，执着这个身生活，啊，六种根，我的眼根，我的耳根，都要加个我的，啊，表示执着。这就是六道众生了。啊，真正契入佛法的人，这个执着没有了。啊，他们口里头、心里头只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啊，这是自然界的现象，绝不执着为我有。啊，那么他的心就清净。我们执着一切都是我所有的，我们的心染污。啊，染污的心，轮回心。执着一切善法，修学善法，来生三善道，受报；执着一切不善法，来生三恶道，受报。啊，生生世世，一切受用，一定要知道。全是自己念头所生，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千万不能够怨天尤人。啊，怨天尤人就造罪业了，错了，那我们受的果报更重。啊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知道所有一切业因果报都是自作自受。我们就受，他也轻，啊，也很容易把它报完了，报完了你就离开了。